欢迎准时收看我们 AI 城市啊倍数操盘法啊。我讲过指数你要掌握到500点倍数的获利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有 AI 城市。为什么要有 AI 城市？因为你必须要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同时能够预判趋势。明确的多空预判趋势啊。我们的法人心态是怎么样帮你精准的明确的啊，而且能够事前精准的预判趋势，掌握趋势。你没有办法掌握事前掌握明确的方向，你是赚不到钱的啦啊。好，那大盘这一波从11月6号啊，当天大涨，当天台股创了30年的新高啊。我们11月6号已经讲了啊，已经跟你斩钉截铁的讲了啊，这一波从8月份啊 ，AI 城市一路带你向上翻多啊，那11月6号来到11668，我们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。台股从8月份以来整整大涨了1000多点啊，那从11月6号开始，我们已经跟你讲了，接下来要如何再掌握千点的行情，请你回答我。你这里全力做多会涨1000点吗？那当天我已经跟你讲了啊，当天爆量1600亿，连续4、5、6、3天爆量5000亿，我已经跟你讲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高档大户出货调节的动作嘛？啊，爆量了5000亿3天哦，所以我说开始筹码会松动。那大户一旦出货，这里开始你要注意，行情将会怎么样？陷入高档的震荡，我这里动辄是百点以上的波动嘛。那你错过了这一波8月份以来1000多点，那从11月份如何再掌握千点的行情？你要根据筹码结构嘛。它既然是高档的震荡，你就要高档震荡操作嘛。啊，动辄会有百点1、200点的波动。那一次你掌握到200点，那3、4次你不就是掌握7、800点的行情吗？所以我们从这一天已经斩钉截铁告诉你台股会陷入高档震荡，请你告诉我到今天是不是完全如张老师的规划，是完全命中吗？你看到今天有涨1000点吗？有跌1000点吗？都没有嘛。到今天行情还在11560附近吗？是不是一个高档横向震荡盘整？但是这个区间你掌握到波动啊，1、2、3、4、4趟的波动你掌握得到吗？我坦白讲，你没有 AI 城市你是不可能的啦，对不对？哦，神啊，这么厉害啊，哦，这里空这里多，这里空这里多啊，啊，有人这么厉害吗？不可能。但是 AI 城市它就是这么精准啊。所以我讲过，法人心态掌握趋势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不要你硬凹嘛。全国投资人自己用眼睛见证了，从11月6号 AI 城市先空200多点，翻多100多点，再转空又快200点，是不是再度翻多？今天又100多点，1、2、3、4，4趟，很难吗？啊，所有全国的用户，这4趟你告诉我啊，从11月6号带你空下来是不是200多点？1480带你翻多是不是170点？从这里11640再空，上礼拜又杀了190点，下来跟你讲缩脚翻多啊，跟你讲这里缩脚翻多，上礼拜跟你讲杀到11460附近收敛缩脚翻多，今天是不是又反弹？是不是有160点？这4趟清清楚楚，你拥有 AI 城市法人心态，空多，4趟是不是到今天700多点的行情？不困难的，问题是你要有工具啊！你没有工具，你知道这里空吗？这里多吗？这里空吗？上礼拜下来又翻多吗？是不是？你拥有大户城市，从11月6号空200多点，多空多，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。
啊、哦，来加入我们的 LINE， 自己亲眼看一下啊，在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啊，你只要加入张老师的 LINE， 现在15000多人啊，你加入我的 LINE， 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啊，第一时间我们都会把整个筹码 AI 城市筹码多空讯息跟你分享啊。11月6号全国 LINE 同学，哎，当天大涨，哎，哎，自己看一下，11月6号在这里，还没有跌呢。当天 AI 城市跟你讲什么？啊，11月6号 ，AI 城市一涨651，放空啊。当天在这，11月6号，651放空。你今天一看恍然大悟，这200多点不是送分题吗？啊，很清楚啊，651空。就跟你讲转空，11月6号全国同学，8:53，8:53，650空，你告诉我是不是送分题啊？啊，赚这200多点很难吗？11月6号，达到11413，这200多点，一口将近50000，一口将近50000，有很难吗？你会说张老师你怎么那么准？不用吧，所有拥有 AI 城市这200多点一口50000送分题，送分题嘛。接下来大跌之后，11月15号跟你讲480翻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答案不出来了吗？450翻多吗？一上来又来到650了，480翻多又来到650了，你告诉我这有多少点啊？啊，11月15号480翻多，又来到650了，这又170点，光这两趟你告诉我多少点？11月6号以来，光这两趟 ，AI 城市让你赚多少点？空多两趟，自己回答我。空下来200多，翻多170，两趟你告诉我多少点？已经400点了嘛，你完全不用依赖人，懂不懂？你不用说找一个跟神一样的老师，我跟你承认我不是神嘛。我们今天操作一定要有专业的工具，你绝对不要找一个跟神一样的老师，人不是神啊。量血压用血压计嘛，难道量血压你要叫医生猜吗？血压计一量就好了嘛。所以我一再强调，操作你要掌握倍数获利，你一定要拥有 AI 城市，尤其我们的法人心态就这么简单呢、啊。11月6号叫你空200多，480翻多170，光这两趟完全清清楚楚，400点，涨上来了，上礼拜涨上来跟你讲什么？大户城市再度转空了，有没有？再度转空了，11月20号又转空了，没错吧？11月20号有没有叫你空？全国赖同学，你自己看，加入赖通通有，加入赖通通有，台指12月11640，再空来到不？8:50几呢？640，赶快空了，20号。二十号在这，没跌啊，对不对？当天高点还649啊，一开盘8:50几，640赶快空，为什么要空啊？为什么要空啊？啊，回答我，是不是领先？领先预告转空，赶快空，赶快空，赶快空，空下来又多少点啊？又多少点啊？回答我，640空下来又到你赚多少点了？21号450，你回答我，又快要200点了。所以10月份以来三趟已经多少点了？啊，200多，170，190，光这三趟，123哆瑞咪，这三趟已经是不是快600点了？这三趟是不是快要600点了？自己回答我。好，
上礼拜跌下来，跟你讲法人心态，大户城市收敛喽，对不对？收敛酝酿反弹喽，对不对？收敛酝酿反弹喽，跌升会反弹啊。所以上礼拜跟你讲什么？二十一号，对不对？21号，昨天640放空，下杀1450，是不是190点大跌190点？今天 AI 城市怎么样？11461翻多，特别跟你讲，这是反弹，听清楚哦。461翻多反弹，来，461翻多，啊？今天呢？461翻多，今天呢？今天一早629，啊？今天一早是不是冲到629啊？多少点？又弹了160点。来回答我，从11月6号空多空多，来四趟多少点啊？230 170 190 160，四趟多少点？全国投资人四趟多少点？700多点。我当时怎么跟你讲的？我11月6号已经跟你讲了，我接下来要掌握千点的行情不难，你要利用高档震荡，啊！到今天11月25号，市场已经700多点了，是不是千点的行情就快要来了嘛？所以跟你讲，接下来千点行情，你不要满脑袋就是做多，你也不要满脑袋就是放空，因为现阶段它还不是崩盘，它是标准的什么？高档震荡。它也不会崩盘，也不会大涨，因为大户已经在这个地方3天5000亿，对不对？带量调节，所以大盘会高档震荡。那你掌握到高档震荡，一趟100-200点，你四趟是不是将近700-800点？我有没有做给你看？啊，空多空多，那我们拥有我们的大户城市是不是很清楚啊？11月5号。11月6号空200多点，多170，空190，多又100多点，所以这四趟700多点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这里你不要指望一做多涨700点，一放空崩700点 ，mission impossible， 不可能，因为现在震荡结构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好。那整个大盘结构四趟你已经亲眼见证了700多点的行情啊，那今天怎么操作？今天要怎么操作啊？今天当冲怎么操作？我讲过 AI 城市 AI 短冲，你一天听清楚哦，一天一口掌握50点，掌握50点，你一个月多少点？好好想一想，一天一口50点，你一个月20几天，就讲20天就好了，你一个月就1000点的行情了，了解吗？所以接下来短冲的操作，你一天掌握50点，但是你听清楚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讯号。那今天怎么掌握50点？来回答我，今天怎么掌握50点？全国投资人，啊，今天一早开高哦，今天一早你跟你的老师啊610啊600啊一路做多，你今天会赚50点吗？你今天又赔50点了。那你看我们今天 AI 城市怎么操作的啊？全国赖同学，今天一早 AI 城市一早11608怎样空？哎，来加入赖通通友啊，今天一早看到吗？今天一早11608空哦，加入赖哦啊，来看一下一早608，来时间几点？9:04，11608空，就这么清楚。你今天有 AI 城市，你告诉我，你今天一早你会去做多吗？啊？你有 AI 城市，今天一早9:04608空，你回答我，你今天会跟你的老师做多吗？今天早上做多，你收盘又灰头土脸了，你一口赔10000。那你今天有 AI 城市，一早9:0411608空。所以我们今天全国同学都有9:10，跟你讲干什么？11610附近，赶快空嘛，赶快空嘛，啊！因为整个筹码结构，从上礼拜的反弹
量缩1200亿，今天早盘开高量又缩了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个大盘已经开始动能开始怎样不足了，动能不足啊、哦，已经一次反弹无量，啊，这里反弹又无量，两次了，事不过三了。所以大盘这里接下来你千万要谨慎，开始对多头的结构是不利的，甚至随时还会有向下修正的动作。所以今天一早 AI 程式很清楚608空，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今天不能去抢多608空。我们9:10发给全国同学，610附近赶快空，610附近赶快空，9点多讲的哦，你看到没有？到了10点钟以后，到了10:05，台指还在多少？还在617，懂不懂？所以我们今天一早608空，当时下去很快，但是你挂在那个地方，608也好，610也好，9:10叫你挂的空，到了10点钟以后，通通穿价，通通穿价，通通空得到。到了收盘呢，11559，来回答我，有没有50点？又是50点的行情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操作你不要急啊、哦，我们 AI 程式都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啊、哦。一早608空，9:10压力610，你就挂着等，对不对？挂着等，到了10点钟以后，通通来了，通通来了啊！610、608空单通通来了，通通穿价，收盘11559多少点？有没有50点？啊，有没有50点？你不用说张老师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今天一早有没有跟你讲608空，一开盘9:04，9:10有没有叫你610挂的空，挂的等？10点钟以后你通通空得到，收盘呢50点，通通有，通通有啊，通通有，好不好？恭喜大家，今天空下来又50点了，这样子已经800多点了，我跟你讲。所以从11月份以来，你不要贪心，跟着张老师，跟着 AI 程式，650空下来200多点，对不对？翻多100多点，对不对？再打空190，翻多160，今天上来610空，收盘又是50点了，又是50点了啊！听清楚哦，这个大盘接下来上攻动能啊，无量的结构之下，开始多头背离。还会有向下修正，要提防啊！尤其多头，那这一次多方关键价、多空关键价，听清楚，11XXX绝对不能跌破，11XXX绝对不能跌破，好不好？听清楚啊！那拉回修正的过程中，11XXX绝对不能跌破，这里一旦跌破，听清楚，将会进入中期修正，中期修正。一旦跌破，兵败如山倒，所以这个地方开始做多要十分的谨慎，啊，像今天一早你看到美国大涨，你一做多，今天早上不管买在哪里，收盘通通赔钱，因为又杀到最低点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次大盘回档的向下修正的过程中，多空关键价11XXX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尤其操作指数的，尤其操作股票的，啊，你不要以为大盘这样就没事喽，对不对？中期修正一旦出现，个股都会有大幅度的拉回，所以不管你操作股票，你更要小心啊、哦！操作股票也好，操作指数也好，多空关键价11XXX绝对不能破。那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？欢迎你待会广告，赶快拨电话进来。台中的敬老爱心卡8555688，每趟折抵50元。直桃园敬老爱心卡，设置未满101，每趟折抵36块；101以上，每趟折抵72元。台湾大车队，友善银发最贴心。华信投顾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，华信投顾。
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全新户政套餐给你大大满足，出生登记通报劳保局、健保局申请生育给付及健保卡，死亡登记通报健保局退保，劳保局死亡给付，寿险工会清查有无投保，申请我要成为台湾人，一证送件，不必往返移民署服务站，户政专业服务为您精心配置，跨机关一站式服务，省时又便利，内政部与您同在。好，那 AI 城市倍数操盘法啊，指数要掌握到500点倍数的获利，一定要有 AI 城市啊，明确的讯号，预判趋势。那大户城市法人心态是怎么样帮你掌握趋势啊？你要有明确的趋势，你才能掌握500点倍数的获利啊！啊，不是在那边死多头、死空头啊！那你要了解筹码结构。那从11月6号11668已经斩钉截铁告诉你，台股是进入什么高档震荡。来，大家自己看一下，从11月6号到今天，是不是完全照张老师讲的啊？20天前跟你讲高档震荡，到今天是不是完全一样？所以首先你对筹码结构啊，要有30年操盘的功力，你要了解筹码结构，你事前要有专业的策划、专业的计划、专业的策略，再来搭配 AI 城市专业的工具嘛。所以我们从11月6号已经跟你斩钉截铁高档震荡结构，到今天是不是完全一样？那这4趟的操作很简单，你跟紧 AI 城市啊，法人心态，来，从这里11月6号11650，是不是转空？很难吗？空下来200多点，所有全国用户一口50000，不是送分题吗？到了这个地方11480翻多，为什么翻多？是不是很清楚？翻多上来170点，这2趟已经400点了。到了20号640，为什么要叫你空？为什么要叫你空？空下来又190点了，这已经600点了。上礼拜461跟你讲这里收敛翻多，收敛翻多会反弹，到今天是不是又弹了100多点？你告诉我，四趟700多点的行情，完全不要你猜，只要你跟紧 AI 程式啊，法人心态抓趋势，是不是清清楚楚啊？你拥有大户程式法人心态，自己看一下，这4个月你不要看 K 线，你光看这里空多4趟1234，不就700多点的行情吗？那今天怎么操作？很简单呢，今天一早是不是跟你讲，对不对？大盘结构已经开始对多头不利，所以今天一早608空，时间价位清清楚楚啊，啊，今天一早全国同学，是不是？一早608来，在赖有没有跟你们分享？608转空，你会去做多吗？9:04全国用户就知道今天608转空，全国用户都知道，你会去接多吗？啊？我都不懂，今天很多，对不对？做指数的老师一早哇610拼命要做多，那你会赚钱吗？啊，收盘你又赔了50点。那今天我们全国同学一早608多，全国同学9:10610附近空嘛，到了10:05还在617，通通空得到。所以今天610-608带你空，10点以后通通空得到，收盘一口又是五十点了。哦，看清楚哦，11月6号到今天，那这样已经800多点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行情再下去哦，很容易就千点喽，哈哈，再下去就千点喽，好不好？
然后把操盘大师带回去，救会员赶快回娘家，最重要的听清楚。那这一波再度向下修正，再度向下修正，多空关键价一叉叉叉绝对不能破，这里一旦跌破，听清楚，多头会兵败如山倒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价位不破，多头还能在这里苟延残喘啊，还可以震荡。所以不论操作指数，不论你操作股票，这个关键价你一定要了解。那这里一旦跌破，多头会兵败如山倒，所以不论你操作股票，你都要特别注意。所以逢高避险的操作，一一叉叉叉绝对不能破。这个价位在什么地方？今天待会节目结束，赶快拨电话进来。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。